好像您感觉就从家里刚刚打完毛衣或者是给孩子喂完奶就来了哈。春雷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是男的，没有奶。那你平时穿什么？你给我描述一下，穿个 T 恤衫就完事了。我平时在家一般都不穿衣服，一个月不洗脸。我都想问，你可以一个月不洗脸，你多长时间洗一次脚呢？半年洗一次脚。我们为了这一天，我洗了40年的脸，希望你能够对得起我每天这么努力的洗脸啊！我现在特期望他唱歌，那今天准备给我们唱什么呀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《西游记》插曲《500年沧桑》。唱歌之前我还有一个好奇，你今天刷牙了吗？我从来没刷过牙。那也没有，你唱歌吧，开始你的表演。500年，桑田沧海，万事也长满青苔，长满青苔。只一颗心儿为死，向往着逍遥自在，向往着逍遥自在，哪怕是野火焚烧，哪怕是冰雪覆盖，依然是志向不改，依然是信念不衰，蹉跎了岁月，伤透了情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偏有这样的安排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偏有这样的安排？